once again we're running on the ruined road going to a ruined paradise。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今年台北电影节为大家聚焦的主题城市是葡萄牙的里斯本，很荣幸我们邀请到策展人郭明荣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明荣好。各位观众好，凯英好。明荣，我们对葡萄牙导演所知甚少，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葡萄牙电影的特性呢？我也是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说葡萄牙这个地方大家的理解不太多，我自己也都没有接触到多少，我只知道说有几部片子在近年来大概2012年、2013、2014都有一些影片葡萄牙影片在国际电影展得奖，所以我就想说那边一定有一个大宝库想要去挖掘。嗯，那去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近年来葡萄牙的电影发展其实有一点危机，可是影片的补助款比较有危机的状况下，它还可以发展出这么多的好的影片，就表示它一定有一个很深厚的一个传统在支撑着它。对，它的影片的特色我觉得是有一种他们非常喜欢融入一些童话的，然后一些口述历史的，然后一些想象的东西在他们的影片里面，所以他的影片里面有一个很难定义的是说他到底原本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他会在这两个分类中间突然之间你看起来以为是个纪录片，就突然之间他就伸进了一条有一点剧情的安排，然后让整个的故事变得非常的奇幻。嗯，对对对，所以他是一个我觉得还蛮明显的跟其他国家影片的不同，有点像是他们的电影民族性的感觉。对，所以每一个国家电影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种的体质在这样。对，但是这次北影已帮我们搜罗了55部，对，就是从国宝级的经典到当代的影片，然后长片短片都有。对，然后所以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次也做了好几个专题嘛，大家都很期待，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专题的部分？一来是说之前葡萄牙的经典影片我们都比较没有看过，所以就整理了大概11部，从默片时期一直到最新，就是这两年有在国际影展上比较知名的一些葡萄牙的导演影片经典的部分，然后两个焦点导演的部分呢，一个是 Pedro Costa， 他算是现在国际影坛对于葡萄牙电影来讲的一个大师，那其实开创了很多的新的电影语汇这样子，所以我们觉得说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完整的介绍他影片以及邀请到他来。那另外一个是一对双导演，叫做他们的名字真的太长了，我先用英文好了，然后再来试试看谁比较能把他的中文讲出来。他是本来是Joao Pedro Rodriguez 这个导演，他自己本身是主要在四部我们这次专题所收罗的四部长片里面，他先指导了3部剧情长片。但是另外一位Joao Guerra de Mata， 哇，我竟然都讲出来了，对，总共有5个字母这样子。他是一直从很早以前从那个 Joao Pedro Rodriguez 的短片开始就跟他一起合作的。在编剧上啊以及在美术指导上都跟他一起合作，然后接下来到了大概有一部短片叫做中国中国的这部短片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开始尝试做双导演。那也加入了一些这位 De Mata 导演他的童年的记忆，所以他的影片他们两个人一起合作，然后决定说从以后开始都会有一些双导演的联合指导的作品，然后移到了比较东方的比较澳门的有这样风味的电影。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双导演的部分。对，那最后就是刚刚讲到的短片的部分，因为我们觉得说这几年就像我刚刚讲的葡萄牙的电影的长片补助其实因为他们的经济问题还有一些补助法规的修正，让他们的长片产量在近年来其实是下降，而且是几乎对半这样子的锐减。可是在这么少的影片之内都还在影坛发光，那尤其是短片的部分也表现得非常的亮眼，他们的短片导演一直有得到像是柏林展金熊奖或者是坎城的导演双周的奖项，所以我们觉得说他们的短片的表现也非常的突出，所以分为这四大块，大家就可以看是对于经典的影片比较有兴趣，或者想要钻研两个焦点导演，或者是就看短片他们现在的各式各样的
风格，嗯，对，非常的突出。对，但是这四大块其实都很值得大家就是深入研究，嗯，对不对？刚刚有讲到了有国宝级的奥利维亚，对对对，嗯，还有在就是国际影坛上面非常受到瞩目的 Pedro Costa， 还有双导演制跟短片，嗯，比如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每一个部分我们一一的深入？对，经典的部分，当然我觉得奥利维拉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色，因为他四月的时候才刚过世，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106岁了。所以就是世界影坛唯一一个从默片时代一直到数位时代的一个电影创作者，对，那因为我们这一次要做葡萄牙影片的一种比较有影史性的回顾的话，我们觉得就以它作为代表标示它的最第一部作品叫做河岸印象，它是当时的默片1931年的作品，它在它的家乡波多这边，就是那个波多酒非常有名的地方，非常有名的地方，对对对对，看它拍摄一个渔村的生活的一天的集景，虽然是一个纪录片，然后是没有任何对白的一个纪录片，可是它有一点在讲的有点是工业进到这种淳朴的渔村里面的时候所产生的冲击，以及人民就是波多这个地方的人的一日生活，嗯，对，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渔村啊还有农业这个部分，其实在很多的葡萄牙电影，像是其他的特拉蒙提斯或者是我乡何处这两部影片，其实也可以看到一些葡萄牙电影对于乡间、对于渔村、对于一些生活状态的着迷，嗯，我觉得葡萄牙电影整个看起来是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那个浪漫的感觉不是说喜欢你的那种 romantic 的感觉，而是一种对于过往的比较传统形式的农林渔牧那一种的，对，那种怀旧，以及对于自己的历史的一种很深情的凝望。对，我觉得这个是在葡萄牙电影里面，然后从河岸印象，然后像是他的狩猎记，一个农村的一个两个年轻人要出去打猎的一个故事，可是那个时代其实葡萄牙在欧洲来讲是独裁政权最久的一个国家，嗯，所以在选奥利维拉的影片的时候，我们也选择了这几部影片，是像是他的第一部长片《头脑小霸王》跟《狩猎记》，其实可以看得到一些被当时的独裁政权啊做言论控制，嗯，这样子的一些痕迹在里面。奥利维拉的影片我们也许没有介绍到他后期最有名的那些比较文学的改编的作品或者比较剧场性的作品，可是我们想说把它放在葡萄牙的整个脉络来讲，其实大家可以从他的作品，而且从他这么早期的作品看到他怎么样子在实验默片到有声片的改变，嗯，以及在他的影片里面怎么样子去带到当时的政治情境，嗯，对，这是奥利维拉的部分。对，暗夜魅惑里面，他是一个清洁员，有一个男孩子他非常的喜欢，就挑起他的欲望，所以他开始就翻那个人的垃圾，然后找他丢掉的贴身衣物，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就是一个非常恋物的感觉，嗯，然后以及他的欲望在黑夜弥漫。Pedro Costa 其实今年香港电影节也有做他的专题，他其实不是很好理解，对不对？对，Pedro Costa 是一个现在在国际影坛，就是我刚刚说的，他在葡萄牙的电影来讲，在国际影坛是最知名的一个导演。那我建议说，其实即使 我在阅读一些资料的时候，即使非常喜欢他的一些影评人，他们也承认当初在看他的影片的时候是要带着一点耐心的，是，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从他的早期影片先开始看起。他的第一部影片像《血》这部影片，其实有非常2030年代那种布列松的，嗯，欧洲影片的一种古典感，然后看他怎么样子慢慢的从那个早期的一种很欧洲影片、很作者电影那样子的感觉，慢慢的改变，然后找到他自己的美学的一个关注，嗯，那影片上来讲其实我都还蛮推荐的。早期的《血》跟玛丽安娜的漫长等待，其实是他在那个有点像是自我放逐，自己找到一种不同的他就是对于葡萄牙、对于里斯本以及对于这样传统的拍片方式感到有一点疲倦了，嗯，所以他就到了维德岛这个葡萄牙之前的殖民地去，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拍。那当然这个过程中受到了很多的不顺遂，嗯，可是他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
转型他在摸索的作品，然后接下来就来到了他的最有名的那个 Fantania 三部曲，就是脱音风暴、在凡达的小房间里跟青春向前行。那脱音风暴这部片子我觉得是也是一样，就是他在 Fantania 这个是等于是维德岛的移民来到里斯本的时候先落脚的一个贫民窟的区域、然后后来被里斯本当局，就是因为贫民区觉得又脏又乱啊，然后可能不太好管理、所以那地方就在他拍这三部曲的过程中被整个拆除了、那他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在脱音风暴的时候是从几个三个角色里面在描述这个community 里面的感觉，可是在接下来的在凡达小房间里面跟青春向前行，因为那些原本的标志那些建筑啊那些生活方式因为房屋的拆毁所以被移除了，那这些人就又已经是从移民进来，他从维德岛到了里斯本已经是一个移动，然后有一种记忆上的断裂、所以他在这样子两层的地理上的移动，怎么去把这些人的生存状态以及这些人的记忆以及这些人的生存把它保存下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还蛮有趣的、然后看的过程也许就像 我在找那个资料的时候，在青春向前行他在坎城影展当年放映的时候听说走的人是将近一半的人，就是大家都我看不下去了，所以评价非常的两极对、可是我想有耐心看完的话，它里面的一些问话一些镜头它就会因为你一直不断的观看它，你一直在观看的过程中一直在想这个时间点这样子的时间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印象就会进到你的心底，然后它就会留下来了。对，所以看 Pedro Costa 不同，那我们说那个双导演档、它其实是比较好入口对不对，是葡萄牙版的阿莫多瓦。对对对，对于影展观众来讲我觉得不要错过，因为他们的影片我其实有一点惊讶，他在台湾的影展的话有一两部片子可能有被介绍过，可是当时也许大家影片那么多也许就错过 了对、但是他们的影片其实蛮好看的，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比较有集中在一些同志跟变性跟变装扮装这样子的角色，可是他不做议题的，他不，我这样讲大家好像感觉起来是不是谈很深的议题不会不会，他其实都是从故事出发，而且情感欲望这些东西都很浓厚，所以像是暗夜魅惑，暗夜魅惑里面就是一个他是一个清洁员、那因为清洁员都是半夜才出来、然后在半夜出来的时候都是收大家的垃圾，有一个男孩子他非常的喜欢就挑起他的欲望，所以他开始就翻那个人的垃圾，然后找他丢掉的贴身衣物，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就是一个非常恋物的感觉、然后以及他的欲望在黑夜弥漫，那个东西我觉得好厉害好强。对、尤其他穿一个非常紧身的皮衣，然后那个在这么黑暗的情况下那个皮衣的光泽都还是可以出得来，然后你看他这样子从这个地方跳翻墙跳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是他在公园里面或者在厕所里面突然之间就跟另外一个男生看上眼了，那个欲望的肉体的以及只能在晚上发生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很强烈。这部影片导演说在当初在葡萄牙推出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大的争议性，所以他很希望来台湾的时候跟大家聊一聊这部影片，那当然其他的作品像是《最美女人》，他在讲变性的东西，也是他们真的有一种，因为他跟阿莫多瓦的影片比起来，有一点视觉上更丰富，因为可能是因为另外一个导演是他的美术指导嘛，所以他在很多地方其实是颜色很亮丽。然后也很瑰丽，可是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他《最美女人》里面有一场戏大家坐着在听歌，可是那场戏好美，听完了以后就觉得啊，好漂亮，你就进到对，你就进到他们的世界。我觉得尤其是看这种影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葡萄牙影片的一种奇妙的感觉，他不会整部片子看起来就是跟你讲说我是一个奇幻片，然后刻意的加进去说你看这个好奇怪，你看这边好奇怪，但他就突然之间加一条线，然后你就觉得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想，就没有人想到为什么你可以突然之间就融进去了。对，那他们其实这些导演都有受到，我觉得都有受到葡萄牙电影的一些传统，所以有些来讲的话，要了解佩卓·科斯塔或者要了解这两个双导演的作品，其实从经典那样子的脉络看下来，其实也会有一点启发吧。对，那天听选片指南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短片的部分也很有意思，可不可以再为我们多说一点？我们这一次的选择比较是有两种，一个是有两个导演，他们其实一个是 Sandro Aguilar， 然后一个是 Gabriel Abrante， 这两个导演他们其实主要是以短片创作为主，不像我们想象说短片只是一个大家在先尝试，还在写他长篇剧本，或者是还在练习的时候的一个敲门砖，或者是一个作品集。可是这两个导演其实他是以短片来作为他们的主要的创作模式。对，即使他们的长片，他们大概目前都还在筹备他们的长片，可是他的长片其实也是一种短片的作品的一个延伸。那Sandro Aguilar 的话，我觉得他的影片非常在讨论一种物质的本质感。这个东西我大概只能讲到这里，因为我觉得再讲下去就很悬。可是它很奇妙的是说，我记得我在看的时候，它里面拍物品的东西都很让你很好奇，而且那个静物本身好像就有了生命。所以有一部影片，它从头到尾就在拍甲虫类、甲虫标本，然后配上非常像是那个史蒂芬霍金的那种电子式的，对对对的那种旁白，然后他那个旁白可能在念某一个科幻小说的篇章，或他可能在念某一个情诗，你不知道他那个文字跟那个剧本是哪里出来的，可是摆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那个科幻感出来了很深，而且你脑筋里面，他虽然就是拍在甲虫跟电子音，然后那个电子音好像在念情诗，你心里面就会突然之间有很多的画面，你心里想说，这是不是某一个未来的实验室呢？还是这曾经是什么？就是他把很简单的元素摆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脑袋里面会自己就是好像通电一样，开始在想说这个后面的故事是什么。尤其他前后面还加了一些有一点让你有产生遐想的一些比较有一点剧情性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他很奇妙的是。看一个水母漂，我都觉得哇，水母漂好漂亮。对，就是很奇怪的一个导演。然后，而且我看的时候是那种小荧幕，我觉得在大荧幕上就让自己，我觉得那个就是让自己进去被催眠。就看着水母漂吧。对，这话好奇怪，就看着水母漂。那 Gabriel 他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戏虐性的一个导演。他非常的年轻，今年才30岁，可是他大概从21、22岁的时候，他的影片就已经开始在美术馆或者是说一些比较 video art 那个领域上开始有发展。就是现在其实他这么年轻，已经有一些美术馆在做他的回顾了。那他的影片比较讲的学术一点，比较后现代。我觉得他很多的戏虐啦，就是说他会想到他会用他很喜欢自己演，所以他会讲历史的东西，会讲比如说第一世界的国家去好像去关心第三世界的人，可是实际上是带着一种很骄傲的态度，戏虐的，对对对，很骄傲，就是觉得我是来拯救你们的。然后他就会设计一些剧情，很荒谬的剧情，让这些人看起来非常的可笑。对，那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导演，对于艺术史、对于文学史这些东西，以及对于当然葡萄牙自己本身的历史，这些都有蛮多的、蛮丰富的想法。我们其实还没有选完他全部的片子，就才大概8年多的功夫，就一直不断的拍，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大家可以认识的一个短片导演。导演说他的那个7段故事的设计有一点像是 3D 感，叙事上有一种立体的层次，你去看他的故事的时候，你去想象他是一个球体，这一个叙事里面的角色会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相遇，然后这边又跟这边有点相遇，他是这样子的角色有一个立体性的连接。
敏蓉，如果你打破整个专题的限制的话，你心中有没有自己私人的片单？为什么呢？其实有，我觉得今年的影片的话，印度片跟俄国片都蛮厉害的，推荐大家去看。印度片的话，在那个未来之光单元有一个平行时空的恋人，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的对白，对，然后很漂亮，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件事情，就是他，而且他其实只是在看一个人的怎么样子过一天的生活。那在那个过程里面，为什么他在摸各种东西，或者是他在洗衣服、洗米，或者是在准备饭菜这些东西的时候，可以这么的美丽，像充满诗意一样？那另外一部叫做《等待判决的日子》，是一部法庭片。它不像我们大家觉得那种法庭片是那种充满正义感，就是律师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非常高招的辩护方式，然后就整个大逆转，然后你就觉得哇，这个剧本怎么写出来的？它其实是用一个很写实的方式去看法官、辩护律师以及检察官和被告以及受害者这几个人里面，他们各自的生活是什么？在法庭上面，他们在辩护的东西到底跟他的自己的真正的人生的关联性是多少？他相不相信他说的东西？可是这部影片的导演并不会试图去影响你，就是让你自己去看这里面的每一个人，他在法庭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回到他自己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在这个社会上他所扮演的位置是什么？是。那俄国片的话，我想特别推荐一部影片叫做《电子云》，它是我在柏林影展看到，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部竞赛片。我觉得他这部影片，可是这部影片我其实看了两次，我还是看的不是很懂。那我去听导演的那个记者会的时候，我有大概了解说它是一个很玄的东西，但是听记者会导演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大概有一点点接触到导演在说什么了。它由七段故事组成，它的故事设计在2017年，一个未来的科幻，但是其实很多还是融入在当下。但是它借由那样子的场景设计，让你觉得这是一种很未来的一个感觉。那导演说他的那个七段故事的设计有一点像是 3D 感，就是我们现在不只是一个视觉的 3D 感，而是在叙事上有一种立体的层次。你去看他的故事的时候，你去想象它是一个球体，你去想象它是一个有立体性的东西。所以它可能第一层的故事在这边，它不是一个时间轴上面这个接连到那个，那个接连到这个，它是这样子一个球体的东西。这个叙事里面的角色会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相遇，然后这边又跟这边有点相遇，它是这样子的角色有一个立体性的连接，然后这一整个球体他所呈现出来的就是导演对于现在俄国状态的一个他的观察跟他的讽刺，以及我觉得是他一个非常沉痛的一种产生出来的一种预言。我觉得他的影片有一种俄国大师的那种传统 的那种延续那样子经典传统的感觉。我看的时候觉得很像是那种塔可夫斯基的那个感觉，是还蛮推荐的一部影片。不过的确大家要有一点被挑战的，对，被挑战在脑袋里面生出说，好，除了场景是 3D 以外，他的故事我现在在 3D 的哪一块？对，但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听到导演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了解了，就是它是一个立体性的叙事。对，那今天非常感谢敏蓉帮我们介绍今年的北影片单。谢谢敏蓉，谢谢凯颖，谢谢。